喂，刘主任。陈宇啊，黑客找到了。黑客找到了？你们学生会不用再管这件事了。刘主任你好，我是赵凡舟。你不是不喜欢跟领导打交道的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嗯，请进。哇，他来干嘛？ 周晓同学，你应该知道我叫你过来干嘛吧？主动坦白吧。主任，事情是我干的，你别吓唬他了。怎么回事？主任，他们是好朋友。喂，你说话别含沙射影的，事儿是我干的，周晓他毫不知情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知情？我有证据。主任。 是周晓想出了在论坛上引诱黑客的办法，编程社也查出了这个 ID 和那天表彰大会的黑客是同一个人，而且他在网上留下了笔记，我已经把笔记鉴定了出来。哇，好厉害！对不起啊，我好像又误会你了，不过。 你一开始也不应该误导我嘛。幸好范舟及时到。嗯，没关系，反正是采资之证嘛。嗯，你们都先出去吧，蔡同学，你留下来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 对吧？别担心了。谁担心你？活该。蔡同学，你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主席，那个……我有名字。哦，赵范舟。嗯，是这样的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 你不是学生会主席吗？什么忙？就是，你能不能帮我跟那个刘主任说一声，求他放过蔡阿斯？不能。小气，这样忙都不能放，那我真的是可能也成立不了了。可以成立。啊？你不是已经证明了侦探社存在的意义吗？ 对啊，那我现在是真的是社长啦 ，yes， 我都是社长了，还是救不了蔡阿斯。